成绩不给你。后面有一件事停在停在旁边一个地，那个地唔使整嘅地方，不过都个地行好多，整到依家未整完，都整咗起码两个月，就唔系睇翻啲相，啲相睇到。你唔係揸車咧，神放好多人都弱智咩？放啲絲喺個黃機度，驚撞落啲敵人度炸死啊嘛！直接呢個做法好弱智。雖然之後我又講，你更新你移除黃機對於我嚟講好好嘅，最撚執黃機嘅絲五又可以接受，黃機又可以接受，你哋個廢啊！如果你無人機大曬，咁你應該剷除曬所有咩舊啊，冇載具，就好似 BF 咁樣。多人遊戲可以揀無載具，淨係得啲普通嘅車可以玩。對，甚至連普通嘅車都冇玩過啦。BF 嗰陣時同我 friend 玩，咁對幾個小學生玩嘅時候，就玩啲多人遊戲啦。咁其實通常都係細地圖或者中地圖，冇載具嘅，淨係得嗰啲定點模擬。唔係，我都係玩過有車嘅，不過都係一啲好特別嘅模咯。例如佢設定咗無限嘅火箭炮，設定 reload 就可以係咁任射。任射嘅話，一架坦克車衝出嚟，即刻被人殺咗。但係都幾過癮，但始終我覺得 BF 都好玩嘅嘢，但 BF 就對於無彈道限制，無論新機都有無彈道。哇！你又話有收個，又話有 repair 嗰個 bug 嘅，關於嗰個乜鬼？我選唔到武器嗰、那個，但係都琴日都係咁喎，係咪？琴日咧，我去到玩沙流咧，就知點解日就係淨係得我一個啊，就冇武器可以揀，淨係可以用支 M3，同埋我嗰啲 skin 咧冇曬，
當我離開燒嗰時候又係一樣，只要我入對雙房，我間都冇起。離開燒嗰時咧，所有嘢都 reset 咗，可以搞一次。玩咩？有一個咩玩家對敵人隱形嘅可以錯，係咪意思就話知唔知邊度俾人佢啊？佢呢度寫咩啊？佢話收復咗入咗書房之後咧，有時重新畫面嘅裝備配置係空嘅，冇翻張，可以篩選嘅問題。呢個佢就收咗，但係我琴日玩仲係咁。到底係冇問題咧，定直接唔得？你話有收復咧？冇收復啊？對呢筆嚟講，我最想搞掂嘅就係呢個閃退呢個問題，就叫唔到嚟，可能突然之間退咗你，打得好光彩，又突然間踢咗，突然間又閃咗走。即係都冇玩，可以話已經係第八日。對上一次見到佢玩係上禮拜日，冇啊！大家出先啊！大家相信佢話佢網購啦，一啲外國嘅衫褲啊，但係當買翻嚟之後咧，就發現佢自己唔啱著喎，所以就將嗰啲褲咧俾曬我屋企。每次都係諗緊，佢點解唔玩夜市咧？冇台灣成個禮拜唔得，但係就算佢入咗嚟咧，另一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另外一個香港 friend 入咗，好撚煩，用個日冇嘅飛鼠飛嚟飛去，跟住猛咁殺好多人咧，就覺得好似唔緊要。但係實質上咧，自己唔俾人救，自己勁多錢。我打親戚只約束，親戚咧就都應該係個 twist 度識佢，但係即刻同佢 friend 嘅情況，如果我自己個玩多名就。開始玩嗰陣時候，咪想同嗰兩個親戚玩嘅，但係佢啲 friend 啊，就走埋一齊，咩 A B D O K 啊，
咩 Tom 一咩嗰個，即係馬生即係個 Twitter 識嘅，某一個咩 MBCSSCM 都有玩。我諗經過三個打得咁渣，同佢哋玩，嗰三個我記得 BF 唔睇過人直播，個 T 一嗰個係咁成日都揸飛機，淨係識揸飛機。NBDOK、OK, 啲人多，淨係死多嚟殺，都唔殺你。而嗰個 CSSCM 就淨係玩一 round， 跟住玩完。甚至佢因為機都唔識打啊！三個唔衰，兩三個唔識打機走埋一齊。只 game 咧講嘅應該係叫咩咧？合作